好了 ，OK OK， 我知道，我会跳。嘿、hey, ，现在我们在哪儿呢？我们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，在爱在这里首度的开场。但是这些粉丝是真粉丝吗？今天我们就要来玩游戏，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粉丝。你们今天是来看 MV 的？对，我没有进去看，拍照片。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？粉丝做的。哇，对。我最喜欢是张元英，因为他的表情真的太丰富了。你们团体叫什么？Music。我忘记什么，因为忘记了。主持人化妆至联动音乐到耳机，耳机玩家跳出那首歌，接着平板玩家要猜出那首歌，再把答案 quick share 给主持人。小分享，三星 quick share 功能如 Galaxy 装置间可快速传输档案外，不同手机系统也可以传哦。好了。好了 ，OK， 反正要惩罚完，不让你惩罚完。啊，我知道，我会跳，我们等一下要跳的。啊，好了，我会了。OK， 让你惩罚完了。传赠送弄的东西，另外呢，还可以用 QR code 或者是连接，你习惯的手机使用模式 Galaxy 都做得到。